欢迎来到我们的消费简报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刘英子。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几条激动人心的新闻。首先是黑色星期五即将到来，专业烘焙师们为你们推荐了一系列厨房好物的早鸟优惠，价格实惠，祝你在感恩节和假期期间大展身手。接下来我们要聊聊著名厨师 Anna Garten 的用餐风格，他推荐使用简单的白色餐盘来提升菜肴的呈现效果。现在只需$34，你就可以拥有一套与它相似的 Coral Vitral 餐盘，既耐用又易于清洁，完美适合时尚而优雅的用餐场合。最后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超值的科技优惠，亚马逊的 Fire TV Stick 目前以$20的价格出售，享受 50% 的折扣。这个小设备让你可以轻松访问超过150万部电影和电视节目，是告别有线电视的绝佳选择。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Yahoo US 报道，黑色星期五即将来临，厨房用品的折扣让人兴奋不已。作为一名专业烘焙师，我发现了许多早期的优惠活动，帮助家庭主妇们在节日准备中省下不少钱。例如 KitchenAid 的 4.5 夸脱力式搅拌机现在仅需$259，节省$100，是今年的最低价。此外 Henkels 的15件刀具套装也以$122的价格大幅降价$223，非常适合家庭烹饪。还有其他如 Cuisinart 空气炸锅、 Ninja 冰淇淋机等热门产品价格均有显著下降，适合各类烹饪需求。在节日聚会上，著名厨师 Anna Garten 的餐具选择也值得借鉴，他坚持使用白色餐具，认为简单的设计能够让食物成为焦点。我们在亚马逊上找到了一套仅$34的 Coral Vitral 白色餐盘，既轻便又耐用，适合家庭聚餐。虽然 Garten 使用的是高端法国产品，但这款餐盘的性价比极高，获得了众多消费者的好评，成为了许多家庭的首选。另外，针对喜欢流媒体的观众，亚马逊的 Fire TV Stick 正在进行 50% 的折扣促销，仅需$20。这个小设备可以轻松接入电视，提供超过150万部电影和电视节目的观看选择，是提升家庭娱乐体验的理想选择。用户们纷纷表示 Fire TV Stick 的设置简单，操作便捷，尤其适合不想再为高昂有线电视费用而烦恼的家庭。这个价格绝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机会，适合所有希望提升家庭娱乐的消费者。Yahoo US 报道，今晚的周四夜足球赛将迎来辛辛那提猛虎队与巴尔的摩乌鸦队的激烈对决。猛虎队目前在 AFC 北区排名第三，战绩为4胜5负，而乌鸦队以6胜3负位列第二。随着赛季过半，双方都急需胜利来追赶领头羊匹兹堡钢人队。比赛将在东部时间晚上8:15通过亚马逊 Prime 视频进行直播，球迷们可以通过订阅 Prime 视频观看这场重要的较量。此外，文章还列出了本周其他 NFL 比赛的时间安排，让球迷们不错过任何精彩对决。在另一个消息中， Yahoo US 报道了沃尔玛推出的超值便携电源站 Color 200W， 价格仅为$90，原价为$360。这款小巧但功能强大的电源站特别适合露营、应急和日常使用，能够为多达9个设备同时供电。它轻便易携，内置多种安全功能，确保充电过程中的安全性。许多用户对其性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工作码，在停电时为他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尤其是对需要医疗设备的用户来说更是如此。尽管有些用户希望能附带太阳能板，但整体来看，这款电源站的性价比极高，成为了许多家庭的必备良品。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Got a question in your mind, we'll find the answer, we'll be kind.
encyclopedia on everything. Laugh and learn with the zing, zing, zing. From ants to outer space, we've got the facts in one great place. For kids and grown-ups too, we've got the A to Z for you. Find the answer, we'll be kind. Encyclopedia on everything. Laugh and learn with the zing, zing, zing. From ants to outer space, we've got the facts in one great place. For kids and grown-ups too.